紫色的花，哎，有没有很漂亮啊？天牛花。金伯廷啊，坐这边。他除草啊，要干嘛啊？金伯承、金伯廷，要玩什么啊？小心啊！
再问。爸爸，我只是教嘛。要好多字，我好大的石头啊！爸爸，不可以啊！爸爸，还是前面看别的动物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，我刚才跟我爸爸，来，好啊好啊，你们要小心哦。那边啊。哎呦，哎，天哪！哎呦，看这边啊。我想过那个桥啊。好了，等下姐姐哦。过去过去。哎，掉到水沟里了啦！好，过那个。